请问堪布，如果直接修空性，不修出离心和菩提心，在证悟空心之后，可不可以自然就升起菩提心呢？有这样子，个别的人会有这样子，但是多数人的顺序就不是这样子啊。个别人也有，这个佛经上也有，也有讲啊。个别的人呢，啊，因为他可能是。 他自己的各种的原因，可能是空心这个方面呢，他了解的比较多，可能是也有可能是他的前世的这些对空心的一些积累，啊、呃、都有可能。所以这一次呢，菩提心这些呢还没有修得特别好啊、呃，但是呢也不是说没有啊，啊他他修的不是很到位，呃但是呢呃就空心还是稍稍微有一点点空心方面的证悟，但是这个证悟不一定是境界不一定很高啊、呃、证悟了。 啊、呃，虽然是真悟了，但是呢，有可能也是初步的真悟，那会再回头再去修这个慈悲心、菩提心啊、呃，也是可以。呃，有这样两种两种这个顺序，但是呢，绝大多数的人来说，先修这个出离心跟菩提心啊，然后再证悟，那这个路是，呃，多数人是比较适应的。 嗯，就是说一个人没有办法，比如说啊，他不修出离心，不修菩提心，他真悟空性之后没有办法自然而然就产生这个出离心和菩提心，对吧？嗯，自然而然的，就因为真悟了空心以后呢，也这个也不能排除，但是呢，这可能是很少很少的是少数人。